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题哦，这题叫分式不等式，哎，怎么算？解分式不等式哦，三步骤，第一步骤一项，这样行不行？什么一项？麻烦你哦，很多同学说老师，我知道把除了一块变成的，拜托你，可以这样一项吗？不行，为什么？因为要把除了一块变成的，你必须要确定分母什么数？正数。那问题呢？分母 a 减2一定是正的吗？不一定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你不能直接一项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哦。那老师你说一项怎么一项？所以说第一步解分式不等式，第一步一项，麻烦你把式移过去，好不好？把式移过去变几？解式，那这边是几？零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第一步把它抓起来一项，好不好？把式移过去，那这边等于几？零，所以说得到 a 减2分之 5s 减16，减4之后怎样？小 a 等于0，第一步一项，第二步同分，把这两个分数合为一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后，这边是几 ？a 减2分之 5s 减几？ 16， 减掉什么叫 4？ 它的分母是几 ？a 减 2， 这样行不行？什么叫 4？ 它可以写成 4s 减 8， 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齁，之后麻烦你把这两合为一之后，变成 a 减 2，5s 减掉 4s， 负16减掉负 8， 负16加8是几？负 8， 小 a 等于0。第一步一下把4移过去，变等于1。第二步通分，这样行不行？第三步最重要，麻烦你把除变成。老师，什么叫除变成？哎，在数学当中，对乘法和对除法而言都一样，它都是正正得正，负负得正，正负得负，负正得负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当相除小于零的时候呢，你这时候改成相乘 ，a 减8乘上 a 减2也会怎样？小于零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碰到相除小于零，它改成相乘会怎样？小于零，只要这边说不管小于大于，先看等于零 ，s 是 8，s 是几？ 2， 8大摆右边， 2 小摆左边，小于零。所以说答案怎么算？取这两数字的中间。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 a 可以接近8到几中间？ 2 的中间是出来了，错。为什么错？因为解不等式的现象，什么现象？来告诉我，分母地方可以等于0吗？不行。所以说这时候 a 开始不能等于几？ 2， 这样行不行？所以答案要怎么写？答案要写成2小 x 小等于几？ 8， 可以等于2吗？不行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后，麻烦你把这边看一下 ，OK。